好的，主播绑着公主头，穿全白蕾丝礼服，女星郑嘉纯紧靠在丈夫身上，用左手甜蜜摸她脸颊，散发出幸福氛围。29岁艺人郑嘉纯2号惊喜宣布和日本小儿科医生 Akira 在东京办结婚登记。两人2018年透过交友软体认识，男方大郑嘉纯3岁，曾经在疫情间一度分手，但小两口最终决定携手步入礼堂。我们是疫情前有在一起过，但那时候因为了想要保护他，所以一直都跟媒体说，哦，就只是一个约会的对象。对，大概应该是4-5年前都没有承认是男朋友，就是希望可以保护他。今年9月中，两人相约新加坡旅游，丈夫 Akira 就向他求婚，准备了0.7克拉的婚戒。成为日本媳妇的郑嘉纯说，目前不会在台湾办婚宴，预计明年5-6月会在日本青井泽举办婚宴，会选择轻松的方式举行。2年内还不会有生小孩的计划，目前丈夫在就读硕士，等他学业完成后才会举办婚礼。以上就是最新的娱乐资讯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